早就出发了，6点开车，现在已经是8点，路上第一次停，好冷啊，停下来上厕所。这是我们难得一见的公厕。我们现在在沙漠上呢，找不到路，停一下，看看另外三辆车跑哪里去。不过你们要看看前面这个大车怎么走，很恐怖，好辛苦这些大车。一路顺利到河境，哇，好可爱的公路！唱歌，唱歌，唱山歌。1小时。
那么在短短的五年当中啊，库尔勒市呢成为呢那么全大陆中国这里呢一个卫生文明的模范城市。它的卫生，那它每年都有沙尘嘛，但是它的卫生呢非常的好。它让库尔勒很多的沙漠边缘干旱的地方呢都有了绿树了。我们在明天呢还要去哪几个什么地方呢？巴音布鲁克草原呢，现在呢转场到山下去了，温暖一点的地方。对，到暖和的地方去。羊羔。这离刚通知乖乖的，那两头驴。你那车子都开不过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这一场是。